庭在宜兰盖民宿，种田真的是改头换面。来看看画面上这个用力拔起杂草呢，而且呢穿着便服打着赤脚又是满头大汗的农夫就是谢长廷。不过他还是脱离不了关心的政治话题，他批评马总统兼任党主席，还说自己是退出了台湾的政坛，不是退出台湾。